别人呢，那这样呢就失去了一个搭乘的动机。佛法之旅，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佛法之旅，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接下来请收看慈灯法传欧美弘法行。末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从维冷翠来到同属托斯卡尼大区的比萨。白色城上摄受五蕴根饰，对美的触动仿佛是意大利传承的血统。哪怕是道路旁的一墙斑驳，都能自成姿态。是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的诞生地，其中号称奇迹广场的比萨大教堂广场更是入列世界遗产的热门景点。被称为奇迹广场的比萨大教堂广场上，著名的比萨斜塔以微醺的姿态挺住一个跨世纪的建筑奇迹。绿绒地毯般的比萨大教堂广场上，依序矗列着圣若望洗礼堂、比萨大教堂及著名的比萨斜塔，以红顶白墙、醒目抢镜的圣若望洗礼堂，始建于12世纪，是意大利建筑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意大利最大的一座天主教洗礼堂。堂面外观融合罗曼式风格的半圆拱与哥德式的间隔砌柱，运用各种几何图形
条理有序地叠织出圣若望洗礼堂外围石墙，如披雷纱般的纯真形象。石墙图形中又以教宗及圣经中的圣人所像，来凸显宗教上追求的崇高道德、无上品格与无私身心。紧邻洗礼堂的比萨主教座堂，又称为比萨圣玛利亚教堂，是奇迹广场上的主建筑。比萨圣玛利亚教堂始建于西元十一世纪，以名家的艺术雕塑与设计，质朴而优雅地呈现中世纪罗马式建筑的雄浑、庄重与威望。侧观教堂平面，座地呈纵长横短的拉丁十字形，纵向正面四排科林斯式圆柱，展现神圣国度的气宇轩昂。与纵深的中堂与宽阔的耳堂交汇处，高起的多边形顶楼有着象征无上神圣的高原形球顶。座堂正面入口处上方三幅壁画与三扇青铜大门的浮雕艺术，优雅地呈现圣经故事与信仰演绎的历史基证。与主教座堂、洗礼堂等三大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建筑群的比萨斜塔，其实是比萨主教座堂的钟楼。关于奇迹广场的名称由来与比萨钟塔的渊源众说纷纭，一说是在十世纪时比萨国王为了炫耀战功而建的，另外也有为宗教纪念而捐建的说法。尽管缘由与过程说法不一，期间钟塔也历经不同的矫正工法补救行为，甚至有专家提出百年无虞的证言。但无论如何，广场上的建筑奇迹终究以对意大利从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的巨型建筑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荣列世界遗产。至今比萨主塔塔身最高处已有五公分的倾斜度，且每年以 1.25毫米的速持续倾斜，但也因而更加受到瞩目。仰观斜塔，总有几分不安全感油然而生，不禁想起六祖坛经中执远近而争论的双方，得慧能大师一席点起智慧的场面，不是风动，也不是反动，而是心动。沿着广场上著名的建筑群行脚游方，佛子们除了借由影像留存当下的体会之外，更选在临近墓园区的绿荫上席地而坐，合掌观修慈悲法行，领诵慈悲经记的同时，慈悲的海涛法师手拿妙香抚熏法界，领众为有情众生祈愿祝福。
晴空下，白云苍茫，人如蝼蚁般急急惶惶。在圣母怀抱圣婴高高矗立的比萨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前，佛子们同体佛陀悲心，为圣座下的芸芸众生普作功德，借此因缘广作慈悲，祈愿三界六道得佛护佑，入解脱道，证无上菩提。回程中，来到广场出入的门墙前，从门外向内望，比萨斜塔像是躲在大人身后害羞的孩子，默默看着渐行渐远的佛子们，依依不舍地起身张望。倘若天地有感，叫所有的善缘奇迹皆能如愿成就，或许有朝一日，在佛教遍地，也能喜见菩提满园。晴空下，拉斯佩齐亚车站前鲜红的装置艺术，以人形堆叠而成指天的圆锥状，就像战火侵蚀过的历史，呈现出鲜明而尖锐的印象。轻装便捷的旅人等在车站前，各为自己的目的地等候盼望。月台上五颜七彩的列车预告着远处明媚又风光。位于意大利拉斯佩齐亚省利古里亚海岸边，俗称五乡地的五个高竹屿沿岸上村落，因其历史人文与明媚风光，而与国家公园统列联合国世界遗产。走出车站，小村庄里依着地势起落有致的旧房屋，尽管颜色不一，却又显得相互调和。沿着水波粼粼的堤岸走去，朗天碧波的维内雷港湾，绵延的山丘屏障着浑然天成的港湾，自古以来维内雷港石也就是五乡地重要的天然盐港。
到港湾渡口边，慈悲的海涛法师领着佛子们，为当地的水族物命安农保平，祈愿农族得安所住，龙天护佑，当地海域出入平安。佛子们此起彼落，持咒施食，普愿水族物命得此法时，永不遭余孽亡步，乃日获尽天年，永离恶趣，得生善道。乡地马纳罗拉、康尼格里亚、维尔纳扎、蒙特罗索五个邻近的村庄，在各自的历史因缘中分别来到利古里亚海滨，而留存着许多中世纪以来的建筑遗迹。其中面积仅12平方公里的维尔纳扎镇，位于山巅的圣母朝圣地，据说就是传自西元前一世纪的古罗马时期。而有着八角形楼中的圣玛格丽特教堂，自14世纪初期建立后，即成为维尔纳扎镇民们纪念圣玛格丽特以及守护圣洁心灵与健康的圣堂。在五乡地乡里的村庄之间，除了取到蜿蜒的山径之外，也透过一条建于19世纪的铁道，在峻岩峭壁间穿梭绵延，贯通连接五乡地。从车站仰望，15世纪用来防御海盗的多里亚城堡古建筑，在高处继续守护着维尔纳扎的小镇岁月。走一段连接村庄之间的狭窄小径，来到马纳罗拉镇海边，点点人影，渺无人烟。碧海晴空下，
佛子们燃起甘露妙香，在海涛法师慈悲的导引下，普招十方法界九幽十类来临法会，闻法受持。法会中，法师持诵慈悲咒语，普施甘露，广结善缘，末了更领众回向，祈愿有缘众生普受功德，远离忧怖虚妄，所有亡灵同享功德，往生极乐净土。在众人的共同成就下，圆满了马拉摩拉镇海边的慈悲甘露施食行动。返程途中，佛子们仍不断施洒甘露水米，祈愿借由施食弘传佛恩，遍及娑婆世界，利益无量无边有情众生。哪怕是一朵不知名的小花儿，一只采蜜的蜂，或路边弹唱的歌者，都有着千里相逢的难得因缘，佛子们只能在因缘际会时把握当下，广结善缘。在告别五香地这一片远离尘嚣的七彩山村之前，那一片蔚蓝的海岸与亮洁无边的天际线，总叫人迷恋地想再多看一眼。尽管众生自信清净本具，无需迷恋虚妄，但还在五蕴中修行的我们，在借道悬崖边名为爱的小路回程时，还是要透过镜头汲取五香地的迷人风采。在利益友情的道路上，慈悲的海涛法师曾引述噶玛巴的教诲，一切修持的重点并不是在于物质，而是完全在于心量及动机。华严经云，若能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又云，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施动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生命电视草屯中心中华民国社团法人草屯静安府慈善会联合举办观音超度及推广殊食飨宴暨小蒙山施食祈安法会，
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1月28日星期日上午11点，地点南投县草屯镇东美街64号对面，洽询电话0492315999，049231599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敬请佩戴口罩。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秉持着广传佛陀三乘法的精神，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透过 MOD 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散播如来悲智的法音，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愿使正法常住人间。佛所行赞中说，佛说一切师，法师为最胜，人思行才师，行法师者难。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乘法的慈悲大愿，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一起走向菩提之路。感恩您的共襄盛举，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唐捐，聚沙成塔，福慧圆满。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台湾邮政划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银行网络转账，银行代号005土地银行，转账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收据、开立姓名、联络电话、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03989-8787，或 email knifetv.net@msa.hinet.net。服务电话03989-9319，03989-9319。